旗津居民一早跑来广济宫裁剪站，却看到人那么多，号码牌已经发破百，看傻眼。裁剪人潮太踊跃，区公所广播晚点再来。但群聚疫情从港区往旗津扩散，20号3例，21号再报10例，22号除了港区传播链，还多了名当地男大生以及找不到感染源的新住民，总共14例。其中男大生就读高科大旗津校区，接触者框200多人，确诊前足迹遍布旗津，也让当地居民担心染疫的还有更多。我就没有用。实名制有比较舒服一点，每个地方应该如果有确诊，大家都会比较警戒一点。22、23号连两天旗津普筛，原本只针对南善、上竹、中心3个里，但广济沟跟旗津医院爆量人潮，高科大站也开放，因此采检人数恐怕不止6000人。当然会担心啊，虽然目前是这3里，中心、上竹跟南善有需要，不管哪一里。高雄疫情连3天连环爆，尽管市府设采检站扩大筛检，但 Omicron 传播力太强，只怕检验速度会追不上疫情扩散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